你看这鸡长得有多长，这个鸡最低都起步都3年，这个早着拿出去卖标本都卖300块钱 一对，而且我们店现在卖就卖298一只，周边安徽都吃不到这么便宜老公鸡。这个脚长得你看好厚，而且你看这展的有多长，这个鸡有3斤7两，这8两左右。这个鸡这鸡头不敢吃，你们大胆放的放心的吃，你看鸡爪子鸡头你大胆的吃，俺们搞得干净，有大鸡搁外头跑的它鸡就长不大的，外皮搞掉了它肯定就里头一个展那么长了。我牛哎好，我搬在房产吃在串，所以讲我们这个串的老公鸡是非常有名，这道老公鸡天天来找我们串人都是已经几十年了。我的手劲不到，大师傅天剁一剁一下子。这个果灶是我们店为了做霸王别姬特意造的，这个果，这个果的成本都几万2-3万，没有这个果根本烧不出来味道呢。这个是土果土鸡，我们都是从油坊加工好的正宗的豆油。这个豆油怎么这么浑浊呀？豆油去毛才是最正宗的，要不去毛就不正宗。贾玉因为那个地牢它是等的种土快好的时候然后再放在一块。那甲鱼不是都长了5年了吗？还没积老。这个土鸡呢是在地上跑的，它跟水产不一样，不需要烧时间长，有种叫推人家屋的感觉，鱼里来屋里去。平时也这么大烟吗？没有，平时没有。老没有料不好吃。最后的放了。好，下次。你这不是加开水加凉水是吗？生井水，农村的土井水，这是生井水，1000多米。这等1个半小时，这一锅霸王别姬1098，最贵的有1400、1500。你在外面买3年老公鸡都要700-800，你在别的地方2天吃不到这个货真价实的。正宗的土鸡，可漂亮。有没有人说过这贵？没有，货真价实，谁个吃到都不嫌贵。看一下这个3年老公鸡哈，这个鸡头都这么大。刚才大姐专门说了，她这个鸡罐子哈，随便吃，它洗得很干净。哎，吃一个小鸡腿儿。哇，它这个到底是老公鸡，好难咬啊！炖了1个半小时，还这么筋道，辣味给它很足。这个秘制料香味确实不错，可能加了甲鱼格外的香。看一下它这个鸡腿跟鸡脚连接的这一部分，全部都是这种筋儿，货真价实哈。